CBA 季后赛即进行，广东男篮对阵山东男篮。经过全场比赛争夺，广东凭借整体16势，最终117-99大胜山东男篮，取得首回合胜利。此役徐杰得到7分6篮板2助攻，数据不是很高。比赛中他垫脚被吹违体犯规一幕引发球迷热议。第一节还剩1分多钟时，山东男篮准备展开进攻，王汝恒起跳投篮，落地时踩到了徐杰的脚，摔倒在地。只见他躺在地上捂着脚踝，表情显得非常痛苦。徐杰这个垫脚动作遭到杜锋批评和球迷质疑。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，当时徐杰冲过去防守，虽然不是故意伸脚，但也没有完全受起脚。裁判经过反复回看，最终判罚徐杰违体犯规。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。